觉得你们真是赶时间去哪里的。来给红包，拿红包哦！看鸟台 OK， 台台。好，要看红包。两个小，一个小。Okay.看一下，你看他们早上饭
年级跳完了。哎，你这是想问你的歌？OK， 第一个题是一首歌，我再放给你们听。没有，我妈妈已经讲了，是轮到没？什么事？对，嘉燕，安迪喜欢什么潮啊？哎哎哎，不要把那个板蓝压掉，煮糖水啦。所以你们要什么？喜欢什么潮？啊，你们找啥？不要，你们上红啊！大家听会比较多一点嘛。我们不一样。八十三天不止不够，不是植物，那你又讲树？我没讲树，所有能吃物，嗯对。八十三天，孩子八十三了，八十三天，哎真的，真的，你去。
三个茶，谢谢。
哎，尝甜啦。太大了，手抖了。太大了，头大了。哇，你看。啊，叫要叫。没有讲啊，没有叫小叔的，没有叫的。哈哈哈哈哈。爸爸，你找我。可爱。可爱。还有叫吗？小叔，小叔。完蛋了。